不会，我会选择我希望能够当两种人，一个就是农夫，一个或者是渔夫。真的，因为我喜欢大自然，我喜欢当画家。其实我很喜欢画画，我本身自己常常也在画油画或者画国画，只是我的画艺不精，但是我享受在那个特中下笔的那一下，那种感觉，像描绘一样，我想表达的东西，我喜欢那种这样的一个生活。你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很成功的演员？没有，哪里，不敢说。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没有，我从一块钱，口袋只有一块钱的时候，那是真实的。直到我口袋有好几个亿的时候，我的个性还是一样，我从来没改变过。坦白说，如果今天是为钱的话，我可以油腔滑调，反正就是讨好别人就好了，反正管他那么多的，辛苦是他们嘛，他们站在门口等啊，等我来的时候忍着去厕所啊，忍着肚子咕咕叫的，肚子饿啊，忍着太阳晒啊，忍着寒风吹袭啊，关我什么事？如果我是这种人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不要理他，反正最好你们狂一点，你们疯狂有自己的在，表示我很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不是这种心态，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我自己是一个歌手。当我有钱了之后，我也从来没有狂妄过，我依然是这种个性，一直到现在。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哲学那种态度、看法、观点与角度不一样，完全没有一个人是一样。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而来到这个世界，纵使我刚出生，一丝不挂的来到这个地球，直到我穿上第一件衣服的时候，直到我刚开始第一次有思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这种个性。我就喜欢以一生去表达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。我也从小都知道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别人不喜欢的，所以我不会去强迫别人来接受我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会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，我就把它放在这边。你想看，请；如果你不想看，我也不怪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到现在以来的个性，没什么好狂。哪怕今天我赚了十几亿，我也可以明天就不要，我把它丢在一边，我可以从头开始。